我给你的。他们怼上你啊，他们怼上。李医生，哎，又碰到你了。哎，我拿几把农药嘛。这个农药。我哪儿头位置在这儿买的，还差几包？嗯，好钱。嗯，差三块钱。回去过后一定喊他不要直接空了，他饭又去空头。那天就等于多稀释的也好一好。哦。哎，他在感冒冲剂，你想给娃儿干泡感冒冲剂，洗面喝都没得味，是吧？底下都浓，多搅动。好好，要不要？买条鱼。你来个好重？哎，好像你炒鱼。十块。给我打一个嘛，打一个三斤多，三斤左右。三。我找我哎。今天来吃酸菜鱼火锅，买了三斤半的草鱼，这里还准备了姜蒜、芹菜、莴笋、大葱、小葱和莲花白。现在来捞一点酸菜出来，然后再把这些菜全部切了。是去年了，这个酸菜泡了都有一年了。没开啊？没。你看猪肉买点少，一半都没买到，好缺钱。少点没有。买鱼多，买猪肉少。他头场我那只茄子，不要说不杀猪啊，二场都不杀猪啊。他按价钱买，他按价都是买2000多块钱的，按我价钱买，我拿去他们。那头几场那买没买多？我这一场没哪个买。你老婆鱼五天挣了10000。还要从泡开始酸，老虎，我来吃老虎，要不要吗？要不要？我老虎。
用户前导完整的教学计划。这套什么款呢？那个号码我打他妈1388的。吃完了，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